老人家，这玩意能切菜吗？真是笑死我了。当你老了，头发白了，睡意昏沉。当你老了，走不动了，炉火旁打盹，回忆青春。多少人曾爱你青春欢畅的，不要说了，没人支持你的，会有的，那也不给你点赞关注啊。给你做把新菜刀。好，这个真好用哦。快手，拥抱每一种生活。